小纽人。对，那这边就开凯撒了。这一波凯撒是用迪拉克的大招去抢吗？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哦，这个抢已经下的歪歪，他只是为了丢大。哇哇哇！抢到了！我的天，迪拉克抢到了！野魔神凯撒 Star 在前方倒了下来。冷妹还把马斯收掉。对，我的天哪！我看什么？这一波太亏了，因为小林刚在下半部推了整了一波兵线，把整片野区都收光了。哇！我的天！哇，那真的只是尝试性的大绝，但大绝没有抢到，反而是应该是二技能。对，二技能。